我今天没洗头，头超痒的，所以我就决定我随便找一间家庭理发来体验看看。哎，洗头多少钱？啊？洗头多少钱？少一百。好。啊，你要做造型？嘿。好，做造型。做造型多少？做造型要五十。好。哎，泡泡在我眼睛上面，好像。哎，我们在做造型。对啊，可以做很帅的造型。很帅啊。对啊。阿姨，你觉得这样好看吗？好帅，好看。哎，真的好看哦。对啊，好看啊。真的好看。好看。可以帮你剪个头发吗？剪头发。对，我是一个理发师。对，我想要帮你剪个头发。免费的。免费的。OK， 好，那我们找个地方，我帮你剪个头发。我需要椅子，你可以借我椅子吗？借你椅子。对啊，这个头发满天飞，还是在店里剪头发比较好。先感觉我们街头理发怎么样？你刚刚有看过你的发型吗？有。对，这次要帮他弄一个油头啊，油头旁边配一个渐层。那我们最后就拍个照，帮我对镜头比个业配。去理发厅，不管怎么样都说再短一点。这个发型已经维持了好几年了。喝大力点来，走。我可以那个记录一下我剪头发过程吗？好啊。好，谢谢。有什么想法吗？今天稍微秀一下就好。再短一点好了啊，还再短一点，对，再短吧，对，再短一点，再帮我剪短一点好了，再短一点，额头要露出来吗？对，就再短一点，这样帅多了。你有见过客人这样一直改来改去的吗？有啊，很少，很少。那个我剪的好。列为 OK 啊、哦，有，这就是我本来要剪的样子。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带西瓜去理发店洗瓜地头，走啊！老板娘，啊，我要洗头。啊，你好。啊，我要洗这个西瓜地头。好啊，你家的可以哦。好，西瓜地头可以算比较便宜吗？可以啦。老板娘，怎么那么干脆？因为哦，要洗西瓜比较好洗，洗的不好洗啊。啊，洗这个地头就好了。好，哦、我知道。哎，有洗发精吗？哎呀，要，一定要啊。要哈、哦。他这个头不用洗发精，等下等头湿怎么办？哈哈哈哈哈哈！那这个有没有需要润湿？要啊，也要、哦。老板会不会洗一次西瓜就爱上了？会啦。会啊，会啊。比较好赚啦、啊、比较好赚、啊。你那个真人好赚啦、啊、哦，是这样子、哦。对啊。真人要出力，西瓜不要出力。那我多多带几个来给你。好啦。我认识一下，对你好一点的、啊。好、哦，你的西瓜这一包大概有90块嘞。哇，那么好。他给他买一颗西瓜。我擦一下。要吹了，要吹头发。好了啦。好，老板，那我们要回去哦。好，谢谢，拜拜，不用了，拜拜哦。你的五官呢、啊？五官就是这个了，真的很漂亮。阿姨是不是很喜欢吃外国人的豆腐？阿姨喜欢什么？帅哥。那我说你们眉毛可以便宜一点吗？100块。你拿100块。我现在是你的宝贝了，真的。你看，你这是亲手弄的。谢谢阿姨。谢谢。这样，耶。我昨暝看电影，看甲买好买好。我看电影的时阵，边啊有人在放屁。不要再给我写错了，可以吗？可以吗？学台语，你要看，叫你耳台语，你讲不听。这不难哦，这个字，这个字，不一样的意思。来，这个字，
这个字是接在什么后面？接在动词后面哈。比如说，我电影看得很开心，我昨晚睡得很爽啊。除非有一个情况，除非它接着动词，可是后面还有一个主词。比如说，啊，你写的书很好看，那这就是这个的。哦，你睡的床很舒服，也是这个的，有没有？来，最后完整的一个例子哈、哦。我的车撞去后，另外一台车弄。伫我知影讲弄我的车，的车是你的车的时阵，我就愈想要把你的车弄得密密麻麻。10秒で日本語で原画我真没送鬼阿辉你真正就你是在说喔跟听听你在放屁免跟我来这头我这是句式 cause 句式 instructions 句式 vermiculite知识 knowledge 知识 just 知识 cause 知识 instructions 知识 deacon 知识 standard 知识 look straight 知识Vermiculite 知識 Manage 知識 Cheese 君姐，哦，有线，有线。